还是乌克兰没有蛋？有啊，有，乌克兰有蛋。欢迎来到天龙国的御膳房，今天来到了乌克兰。哇哦，身边有一位乌克兰的美女佳娜。嗨，大家好。哇，今天很开心，就是邀请到佳娜，然后来自乌克兰，所以有没有看我今天的打扮？乌克兰的传统服饰是要戴花，对吧？对啊，很好看，很适合你。今天除了我以外，我有帮你准备一个花圈。真的吗？想说很久没有回去了嘛，特别送你一个这个，然后我们来做个乌克兰的料理。其实我不太会做菜。哦，真的吗？我是一个不会做菜的乌克兰人，硬把人家拉过来做菜。没有，我是想说，因为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喝罗宋汤，然后就有怀念罗宋汤的味道，然后就想说，哎，是不是佳娜可以准备那种乌克兰道地味道的罗宋汤？嗯，有一点难，有点难。我试试看。那你有什么差异吗？就是你有看到台湾做的，就是差别？台湾完全不会做。哦，完全不会做，对啊，就是不是你们的味道。不是，有一次我去餐厅，他们说是一个乌克兰俄罗斯的餐厅，我去那边吃，我就看，我觉得，天哪，我觉得不行。那我们就来准备开始做这个罗宋汤，乌克兰的罗宋汤。这个是乌克兰才加的吗？对啊，就是只有在乌克兰有芹菜根。为什么有罗宋汤？因为乌克兰太多芹菜根，所以他们用芹菜根发明很多食物，这样他们就发明了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特别就是准备这道菜，才是道地的乌克兰的罗宋汤。准备食材，将肉切丁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甜菜根，真的吗？真的，这是进口的吗？对啊，在台湾很难买得到，只有一个就是很传统的市场才可以买得到。小心你的手！哇，它里面是红色的。对啊，你觉得罗宋汤为什么它是红色的？我以为是加番茄。不会，我们不会加番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这我小时候被骗了。大骗子，你骗我！我们先把甜菜根削皮。你知道在乌克兰，我们说如果女生不会做菜，她不会找到老公，因为在乌克兰男生要三都吃不一样的东西。哦，这么讲究。对，所以我离开了乌克兰。我的妈妈小时候跟我说，你一辈子都找不到老公，因为不会煮菜。对，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，在亚洲台湾男生自己会买菜给我吃。来台湾是台湾男生煮给你吃。对，没错。所以这个我们的妈妈真的骗我。你说谎，你不是一个诚实的人。你可以切，先切一半。我用那个。哦，好，那个不好切，刀子不好切。哦，是这样。好像很大，有办法，不是我问题。这劈柴哦！现在把甜菜根切丁。我来台湾的时候，我看到大家都戴，因为你们小时候都很认真念书吗？我们都没有，所以我们是这样子。我来这边，我的视力会变不好。我想是不是因为你每天要写很多汉字，你要一直练习写字，所以应该是看太多帅哥。哥们呢？这是我的第一个字，我写会了，在台湾，帅哥，帅哥。比方说你迷路了，你在路上这样，帅哥，帅哥，不好意思，帮帮我一下下，帅哥。先将切好的肉放入锅中炖煮，红萝卜也要切丁，把马铃薯去皮。你最喜欢吃荤吃的里碗？你说我最喜欢哦？对，家里碗没有。跟谁？喂喂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谁出事了？出事了！佳娜是什么星座？天秤座。哦，天秤。处女座。哦，我的妈妈跟爸爸处女座，好可怕。从小都很怕处女座。有没有什么让你害怕的点？
我的妈妈她说你今天晚上你要打扫，我说好，我就打扫了。她就说你有吗？为什么看不出来就打我？你知道？对，她很真的，她很爱干净。我的妈妈跟爸爸也是，你也是？你看，我知道。我一闲下来我就拿吸尘器。我的妈妈也是，我吃饭的时候都在旁边吸，你知道？对，我就觉得你不能等一下吗？罗宋汤主要的食材有洋葱、高丽菜、红萝卜，还有甜菜根。切好的高丽菜要跟肉一起放入锅中炖煮哦。我们先炒它。把刚刚切好的甜菜根、红萝卜、马铃薯丁丁放入锅中翻炒。我觉得应该差不多，我们就可以到里面就一起煮。在等待的时间呢，佳娜，我有准备一些台湾的小吃哦，好，来考考你。好，第一个，这个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知道，但是我以为你会给我吃，不是给我吃。Okay. 好，我知道，这是臭豆腐。哦，厉害，臭豆腐，你常吃吗？我都没有吃过，到现在还没吃过。是为什么？太臭了。对啊，它的味道就你不行，嗯，不行，不行，嗯、不行。这个超好吃。很臭，可是很好吃。我听说越臭越好吃。对对对，真的。这个是什么？看不懂。蛋？对，有蛋，没吃过，对不对？没吃过。这个叫蚵仔煎，台语。我吃过，有听过？我知道，我吃过。夜市很多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吃过。喜欢吗？嗯，我不吃蛋。哦，不吃蛋，还是乌克兰没有蛋？有啊，有。这个猪脚是吗？这是麻油鸡，但是就算是鸡汤类的卤味啊，不是，等一下，饭什么饭？卤饭，它叫做米糕，丹阿米糕，丹阿米糕。哎，他学得很快，我只是模仿。这个是牛肉面，这个叫鹅阿米沙，鹅阿米沙，不。不要加辣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加辣。调味料：盐巴三小匙，黑胡椒、酸奶，依照自己的口味做调整哦。现在我们要加酸奶油，就是罗宋汤的秘密，它会更好喝。好喝哎、欸！你看，我很浮夸吗？而且它不油腻。我以前吃到罗宋汤好油哦。嗯你有觉得就是现在回到家的感觉？有，只是我真的觉得像我妈妈煮的哦。好，我们这样可以开餐厅，可以开餐厅，还有乌克兰餐，乌克兰餐厅，我们自己做给你们吃。Waiter要带这个，对，我们就然后要叫大家好，来自乌克兰。那你可以帮我取一个乌克兰的名字，我自己的英文名字叫 Sonia。Sonia， 哎，乌克兰也有这个名字，对对对对对。但是 Sonia 我不喜欢，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婊子的感觉。哦，真的？你不要用这个名字，我给你别的，我给你别的。啊 ，Sasha，Sasha， 嗯 ，Sasha， 你觉得？好啊 ，Sasha，Sasha，Sasha。哇，今天很谢谢佳娜来，然后让我体验到不一样的美食。大家喜欢佳娜的话，也可以去追踪她的频道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拜拜。Sasha Sasha， I am Sasha， 呀 Sas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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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呀。所以妈妈就会切这个，对啊，哦，就凭着妈妈的那个记忆来煮这个。妈妈还是阿妈，我当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对，妈妈 ，mother， 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对，妈妈。我是说英文，我刚刚讲的是英文。你不是从加拿大来？真的听不懂？没有。